大家好，今日就会教整脆皮薯仔芝士球。材料就会用到即冲薯仔蓉、水、牛油、面包糠、鸡蛋同埋芝士。所有材料嘅份量都会喺下边 info box 度揾到。首先咧就要加水冲呢个薯蓉。咁如果大家冇呢啲即冲薯蓉咧，可以烚熟只薯仔，跟住压成蓉嘅。加入水之后咧，就要搅拌成薯泥。然后呢就加入牛油搅拌。咁喺呢度就想问下大家，其实薯蓉同埋薯泥系咪一样嘅呢？跟住呢就打散一隻雞蛋，再将芝士切成一格格。咁我哋就可以开始整我哋嘅芝士球啦。首先将一汤匙的薯泥整成球状，压扁放入芝士，再整翻圆，放入蛋浆，再滚上面包糠，重复呢几个步骤，直至到薯泥用完。咁我用咗两包嘅即冲薯泥，大概做到65个芝士球，预热啲油到374度，预热好之后咧就可以加入薯仔球，然后就炸两分钟或者至到金黄，两分钟之后咧就可以食得噶啦。不过如果上咗嚟即刻食嘅话，就会辣亲条脷。咁就完成咗呢个咁简单嘅脆皮芝士薯仔球。大家真系要试下整呢个，因为真系好好食。哇，好热好热好热！咁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次嘅分享啦，记得俾个 like 我。未订阅我嘅朋友就要快啲揿订阅，同埋我哋喺 Facebook 同 Instagram 见，拜拜。